明月断桥上，后面起波澜，苦咸甘几心酸，乱心房。阴云绕青山，人间雨劫难，度众生下肝一担。我乘风去啊，此时古难全。今夕何夕如其缘？百转千回，一世姻缘，泪目深情的。 公主殿下，今天谢谢你啊！你不必谢我，是大哥让我来的。太子殿下他现在可好？被父皇责怪了一通，其他倒是还好。那就好。 小青姑娘，你到底是谁？我就是一个平平无奇的小青。那为何你与大哥和三哥都有关系？哦，那这恐怕是误会了。我和太子殿下是好朋友，我和绿王殿下毫无关系。你觉得我会信吗？ 可我只能这么回答你。你今日不想说，我也不勉强你。反正我已经答应了大哥，经常来看你。那你能不能帮我一个忙？我都这么努力了。 怎么记住一点儿从反派向好人转换的迹象都没有呢？殿下。 小青这几日挺古怪，不知道怎么回事，突然跟绿王殿下很亲近。他本来就钟情于三弟，这样一来，也算是得偿所愿了。只要他平安就好。小青钟情绿王殿下，不过这几日。 绿王殿下对小青的态度是有所缓和。令我说，近日东正寺案件较多，你辛苦了。白月光，太好了，我的主 CP 线终于开始啦！公主殿下，还有事吗？倒是没有。 不过，我以后会去玄一阁的。今日我们还要去大殿参加宴会，改日再见。也好。双生梦蝶是真实还是虚妄？公主殿下，你这是做什么？公主殿下，公主殿下。 老爷，不好了！出什么事了？殿下，柳香她在东正寺里死了。殿下，您来了，怎么回事？大概在一炷香前，卑职听见屋里传来柳小姐的惊呼声，急忙冲了进去，就发现柳小姐已经死了。凶手呢？没有凶手。没有凶手？难道是自杀？这也并非是自杀，殿下一看便知。开门。是。 这又是什么？